曾听人说，微品即人品。诚然，微信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交圈，是人际交往中最常用的名片。一个人在微信上发出的每一条语音，打出的每一个文字，往往都暗藏着他真实的品性。在我看来，人品好的人在微信上都会这样回复消息。看过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什么样的人一看就很靠谱呢？点赞最高的回答是，有问必答，收到回复。回复消息意味着了解工作中要承担的责任，知晓人情中接收到的心意，是自身教养的彰显，更是对人尊重的表现。前一阵儿呢，公司接了一个重要的活动，要求所有员工在第二天上交材料。事发突然，组长就在微信群里给大家发了消息，有些人很快就回复了收到，有些人因为其他事儿耽搁了，解决之后呢，也马上做了回复。可是直到下班前，同事小陈却一点都没有回应。组长担心会延误团队的进度，就私聊问他，没想到小陈说消息他早就看到了，就是觉得没必要回复。组长很生气，给你发消息是期待你的沟通，不是等待你的批阅，你可以晚回复，但是不能零回应。后来呢，组里来了一个和小陈能力差不多的人，回复消息积极及时，领导自然也更愿意给他更多机会。久而久之，小陈就被辞退了。人际交往讲究相处舒服，有来有往，看重回应，抗拒沉默。正如丹尼尔曾说的，你让人舒服的程度，决定着你能到达的高度。品性高的人并不能保证件件都上心，但却能做到事事有回应，走得远。品性低的人，任何消息都是有去无回，对人不尊重，做事不靠谱，路不顺。在微信上，人品好的人凡事有交代，值得交，能成事。琵琶记中写道，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人与人交往，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敷衍，再暖的人心也经不住无视。感情是双向奔赴，人品好的人深知真心可贵，会真诚回应，热情付出。人情不是独角戏，人品差的人轻贱他人心意，一味索取却从不领情。闺蜜的上段感情就遇上了一个冷漠的人，两个人呢是异地情侣，保持沟通维系感情本来就是很重要的。闺蜜遇到有趣的事会兴高采烈地发微信和男友分享，可是对方呢却只回一个字儿，嗯，哦，让闺蜜顿时没有了好兴致。闺蜜时刻关注男友城市的天气，看到降温就发消息提醒对方加衣服，可是即便掏心掏肺的对男友好，对方的回复都只有敷衍的几个字儿。明明是两个人的对话框，却像是闺蜜一个人在自说自话。过去通讯不便，交往力求言简意赅，说得少不代表人的品性凉薄。可如今微信技术发达，敷衍多就象征着人的品性不真诚。一书曾说，人心是一天天变冷的，树叶是一天天变黄的。感情切记一人真心付出，一人无奈敷衍。践踏真心的人，人品堪忧，不值得托付。其实人生匆匆数十载，不外乎先做人后做事儿，待人真诚，凡事珍惜，人品自然不俗。在微信上，人品好的人心诚不冷漠，靠得住，信得过。你的朋友圈里或许也有这样的人吧，他们平时从不联系，有事儿就嘘寒问暖。可正如萨迪所说的，谁若想在厄运时得到援助，就应在平日多多给予。深厚情谊需要常年累积，人品好的人为人处事不打感情牌，从不现用现交。表姐有个初中同学，只有在借钱办事的时候才会突然过来聊天。起初呢，表姐还会被他突如其来的关心所打动，
直到后来发现，同学的每次聊天必定有事相求，不是开口借钱，就是让表姐帮忙找份新工作。可一旦表姐帮过他之后，对方就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每次回消息都像陌生人一样尴尬。最近呢，同学又发来微信邀请表姐去参加婚礼，咱俩关系这么好，你可一定要来啊。然而表姐深知同学只是想要随礼钱，等事情一过，用不上自己了，也就不会联系了。最后呢，表姐拉黑了同学。微信能表达情绪，更能见证情感。对人品好的人来说，每一条微信都藏着情深意重，需要用心去经营。人情冷暖，厚积才能薄发，品性高洁的人从不屑于现用现交。纪伯伦说到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连结。感情切忌临时抱佛脚，品性低的人只会事后费心交往，不肯平时走心交流。日常相交可见人品，重视平日交往的点滴，就是在积累人品的过程。在微信上，人品好的人厚积人情，有格局，看得远。培根曾说过，任何本领都没有比良好的品格和态度更易受人欢迎。人的品性修养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中，贯穿在微信的一举一动里。一个人品好的人，看到消息不会已读不回，收到心意不会敷衍相对，日常交往不会现用现交。大千世界，愿你的每次付出都有热情回应，每次交往都恰逢良人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